聚集思想家与行动者。我们希望每一件离婚案件对孩子的伤害都可以减到最低。当夫妻不得不走上离婚这一条路的时候，请大家心中自我觉察，你的心里有没有输赢的想法？如果没有了孩子的最佳利益，那么赢了又如何？解头脑的渴，开领略之门，人文讲堂。